我们现在呢要把高频的 3dB 找出来，对不对？那高频的 3dB 找出来怎么找呢？就是看那几个电容啊，几个电容怎么看呢？第一个，我们先把 input 的 source 把它拿掉啊。第一个，我们 remove。先把输入端的信号源呢，把它拿掉。怎么拿掉呢？电压源就 short， 电流源的话就是 open 啊。第二个的话，我们现在有好几个电容，对不对？当我考虑到这个电容的时候，其他电容要怎么样 ？open circuit。当我考虑高频的时候，你要让其他电容没有影响，你就要 open circuit 啊。所以你必须要 open circuit 呢，所有其他的电容。把其他的电容呢，把它 open， 剩下这个电容呢，我们再一个一个考虑，一个一个考虑。接下来，我们再把你现在考虑的这个电容的电阻导出来啊，导出来。所以呢 ，determine 决 R， 再把呢这个电容你所看到的 R 把它导出来，这个就是你的 time constant， 把所有 time constant 加起来导过来就是你的 3dB 啊，就是你的 3dB。 所以第四个，你把所有的 time constant 一个一个算出来，全部加起来导过来就是你的 3dB 的频率。好，那我们看看到一个例题啊。好，我们上次看到一个 common source 的 amplifier， 这个就是一个 common source 的 amplifier 的电路啊。那这个电路呢，这外面的这些电容影响的是低频的部分嘛，所以在讨论高频的时候呢，这些电容都是 short 啊，都是 short。那影响高频的话呢，就是这里面的两个电容，一个就是 CGD， 一个就是 CGS， 对不对啊？那这两个电容影响了高频呢，使得高频往下掉，那它的等效电路呢就是这个样子，等效电路就是这个啊。这个 R input 呢，就是这个地方的电阻 signal 啊，它的 signal。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负载呢，就是这一些电阻。
还有 RO 并联在一起，叫做 RL plan， 对不对啊？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根据 open circuit 的这个来，第一个我们要把信号源短路啊，信号源短路。那信号源的话就是这个东西 V signal， 这个就是我的信号源啊，把信号源呢 short。把电压源 short 起来，电流源的话呢就是 open 啊，电压源 short 起来，然后一个一个来看，我们现在呢几个电容，两个电容嘛，这里一个电容，这个地方一个电容，对不对啊？那我们就先看这个电容好了。当我在看这个电容的时候，其他的电容要怎么样 ？open circuit 啊？什么问题吗？好，当我在看这个电容的时候呢，我们另外一个电容要 open， 对不对啊？所以把 open 啊，我把这个电容 open 起来啊，就这样子 open 啊。好，这个 open 的话，这个地方的电容的影响是最小，就没有影响了，对不对啊？然后看这个电容，这个电容呢往外看的电阻，把它找出来啊。那这个电容往外看的电阻很简单嘛，对不对？往外看的话，就这两个怎么样并联在一起，对不对？所以这两个相乘就是你一个 RC time constant 了啊，所以我的电容 CGS 第一个就 CGS 啊乘以这个电阻 R in 呢并联 R signal。 好，这个就是我第一个 tau time constant 啊，我写成 CGS 好了啊， CGS 呢给你一个 tau 的 time constant， 就这个乘以两个并联的电阻啊。好，这个完了之后，接下来再看另外一个电容，另外一个电容的话就是这个东西嘛，对不对啊？这个东西，所以当你看这个电容的时候，另外一个电容呢就把它 open， 好，这个地方就要 open 哦。所以这个地方的电容呢要 open 啊，这个地方的电容要 open。好，那 open 完之后再看，从这个地方看啊，我把它连起来。好，接下来再看这个地方。这个电容往外看的 total 电阻，往外看的 total 电阻呢就是它的啊，乘以电容就是它的 time constant。 好，那往外看的话怎么看？你看这个电容呢往外看的话，这个不容易看得出来，对不对？因为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些电阻过来，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电流源在这里，这个电流源会影响哦，这个电源会影响哦啊，所以这样你不容易看得出来的话怎么办呢？把它当作我们啊，你自己加个电压，然后看流进来的电流是多少，流出去的电流多少，就是电阻，对不对啊？就是电阻，所以你就这样子导 equation 啊，我把它画上来好了啊，画上来好了。OK 啊，我自己加个电压源，然后呢流电流，所以加一个 Vx， 假设方向呢是这样正负啊，所以这个电流应该从这边流出去，这个叫 Ix， 然后等一下流回来，对不对 ？Ix 流回来。啊，所以加电压源，然后让它流出去的电流回来，这一除就是往外看的电阻 Rx， 对不对啊？好，所以我们就解电路嘛，解电路怎么解呢？你看一下这个地方 Rx 过来，这两个当然是并在一起的，对不对？这两个并在一起，所以并在一起之后 Rx 乘以它就是 VGS 啊，所以 VGS 的电压先写下来好了， VGS 的电压等于 Rx乘以这两个并了 ，R signal 并联 R in， 啊 ，R in 对不对？接下来这个 Ix 过来之后，这个地方 D， 这个地方就是 D 啊，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地方呢，这个 Ix 的电流过来，然后呢，你把它连起来，其实这个就是一条线连起来了啊，你把它连起来，这个地方的电流又有一个 GmVgs， 对吧 ？GmVgs， 所以这里的电流呢，一定是什么呢？一定等于这两个相加 Ix， 所以这个地方有个电流过来，这个电流呢等于 Ix 加上 GmVgs， 对不对？你看这个电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流过来有一部分流到这里来，剩下的这一部分才是 Ix 嘛，是吧 ？Ix 哦 ，Ix 一定有出去有回来嘛，这两个电流一定是一样的嘛，
所以这个地方的电流一定是这两个相加，这两个相加，然后呢流过来之后减掉它之后，剩下的就是 Ix 嘛，对不对？所以这里的电流一定是这样子，一定是这样子。好，那这个地方的电流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地方就会有个压降，正的、负的，它的方向是这样，因为正负啊、哦，所以这里有个压降，这个地方也有个压降，这两个压降加起来就是它，就是 Vx， 是不是？好，所以我们把电压写起来 ，Vx 的电压等于这里的压降加上这个地方的压降，这个方向刚好对啊、哦，所以 Vgs 呢等于，所以这里等于 Vgs。啊、哦，加上那 VGS 我就写这个了，直接写好了，这样比较快一点啊、哦。直接把电流写下来，等一下就是要导电流嘛。所以 VX 的话等于这个地方 VGS 的电压就是这个啊、哦，所以就是等于 IX， R signal 并联 R in 加上这个地方的压降，这个压降的话就这个东西乘以 RL prime 啊，所以就是加上 IX。然后呢，加上 GM VGS 这个东西乘以 RL prime， 对不对？啊、哦，因为电流这样流过来之后，这个地方的电压加上这个地方的电压等于它嘛，对，等于它哦。好，那这里呢，把 VGS 再从这个地方带过来，再把它带过来，所以大家都有 IX， 对不对？再把 Ix 整个提出来、哦、再把 Ix 整个提出来，所以你把 Ix 整个提出来之后，你就会得到这样的东西，对不对、哦、把它带下来，这个带下来之后呢，这个提出来，所以就是一提出来之后，这是一加上 GM， 然后这里有个 RL prime， 最后呢还一个哪里有啊？这里 RX 再提出来就是 RL prime， 对，没有错啊、哦。这个就是答案啊、哦，就是这个答案。所以把它一除，这个一除下来，除过去就是你的电阻 R 啊、哦，就是你的电阻 R。所以把它除过来 ，Vx 除以 RX 就是你往外看的电阻啊、哦，看的电阻。所以 Vx 呢除以 Ix， 好，这个就是这个电容往外看的 total 电阻，我们叫做 R， 给它一个符号好了啊、哦，这个就是 RGD 啊、哦，就是刚这个电容往外看的 total 电阻，解出来了所以这个电容往外看的电阻呢，它的值是其实是这样子啊、哦，那还原回来。我们观察一下这个电容往外看的电阻看到什么呢？往这边走，它看到两个并联在一起，两个并联在一起啊、哦。不过呢，不能只是这样，因为这边还有影响，这个地方还有影响。把这个地方的电流影响加进来的话，你从这边看过来的电阻呢，事实上是两个并联，还要乘一个一加上 GMRL prime 哦，因为这一项会影响到它。所以还要再加上一加上 GMRL prime， 最后呢再成一个 RL prime，RL prime， 所以会变得多了这一项。所以从这个地方看过来，这个电阻不是两个并联而已，会多了一个一加上 RL prime， 会多了一个加一加上 RL prime， 然后再看到这个 RL prime 回来，会变成这样子一个东西啊、哦，会变成这样的东西。那这个电阻乘以这个电容就是它的 time constant，total time constant 就是加起来，对不对啊、哦？所以我的 total 的 tau就是等于这啊、哦，这个是刚刚写的，所以是 CGS， 再写一次啊、哦，乘以 R signal 并联 R in， 对不对？把它加起来，再加上这一个 time constant 啊、哦，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等于 CGD 电容乘以这个地方的东西啊、哦，所以就是 R signal。并联 R in， 然后呢，一加上 GL RL prime，
再加上一个 RL plus， 这个就是我的 total time constant， 全部的 time constant 啊、哦，就是分母这个地方 total time constant 在这里啊、哦，这已经算完了，就是整个分母的部分 total time constant 等于这两个相加，对不对？哦，等于这两个相加，好。这个 equation 啊，如果你跟以前比比看，以前呢，我们看哦，以前的电容以前是这样，对不起啊、哦，以前我们算过频率怎么算呢？回到前一章哦，前一章我们算频率怎么算呢？我们是从这个地方，这是一个电容，我把这个电容怎么样？你从这里看过来的时候呢，把这个往右边的等效电路把它找出来，找出来结果发现这个电容呢等于搬到底下来，对不对？搬到底下来的话，这个电容会变成一加上 GmRL plus， 各位还记得吗？哦，所以把这个往右边看的所有电路哦。这右边看，等一下全部拿掉，全部拿掉，拿掉之后呢，这个电容一搬下来，这个地方的等效的电容就是刚刚的 CGD， 一加上 GM 的 RL plus， 是不是这样的啊、哦？算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把 VGS 算出来 ，VGS 算出来 ，VGS 算出来之后 ，output 的电压就会大概等于负的啊、哦、GM， 然后 VGS。乘以 RL plus， 是不是这样啊？所以你要把 VGS 算出来。那 VGS 呢，跟信号源的话，这个地方有个信号源嘛，啊，它就是等于这两个电容跨在这两个电容上面。所以以前呢，就把这两个电容并在一起。所以 total 呢，就是 CGS 加上 CGD， 就是输入端所有的电容。啊，这两个电容并在一起，往外看的电阻就是。这两个并在 R signal R in 并在一起，对不对啊、哦？并在一起，这样子的话就是等 input 的信号源到 VGS 所看到的一个 RC time constant， 对不对啊、哦？频率线，那 RC time constant 带进来就是这个 VO 对 V 信号源的 RC time constant 啊、哦。所以以前算的 time constant 是这样一个东西，你把它倒过来啊、哦，以前算的 time constant 这样写好了啊、哦，就是一个 time constant。对不对？把它倒过来就是这个 F 3 dB 的频率，所以 FH 的话就等于出拍逃，好、哦，这是以前算的嘛， 3 dB 就这样算，对不对？哦，就这样算。所以在以前3 dB 的，现在跟这个来比比看，用 Open Circuit Time Constant 你来比比看哦，你会发觉呢，两个式子呢差在哪里呢？这一些你看这个东西 CGS 乘以它那边也有哦。CGD 乘以这一项乘以它也有，但是差的这一项，会差的这一项，这一项是多出来的，这个乘以它，这一项是多出来的，对不对？其他的这个东西跟这里都一样，啊、哦，跟这里都一样，所以你用这种方法，利用 Open Circuit Time Constant 的话，你会多出的这一项，会多出的这一项，它会比较准一点哦，它会比较准一点。因为在这个地方啊、哦，我们第一开始的时候，你看我是一个 approximation VO， 换句话说，我在写 VO 的时候，我是忽略掉这个地方 CGD 的电流嘛，对不对？忽略掉它之后，我才可以写成这样的东西。哦，那写成这样的东西的话 ，VGS 呢，在这个地方利用从这里导到这里，得到这个 RC time constant 带过来得到的东西，所以它有一个很大的 approximation， 比较大的一个误差。那现在利用 Open Circuit Time Constant 的话，好一点会多了一项出来，哦，它会多了一项出来，所以这个东西会比上次讲的稍微准了一点点，但是这个也是一个 approximation。我们上次导过这个公式，导这个公式也是 approximation 来的哦，对不对？我后面也忽略掉一项哦，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一个 approximation。你看 approximation 哦，
所以这个东西呢，等于它的倒过来也是一个 approximation， 但是这个 approximation 已经比这个更准了，已经比这个更准了。这个地方它忽略掉，其实一个忽略掉一个 pole， 它忽略掉一个 pole， 所以这个式子比这个准了一点啊、哦，会比它准了一点点。好，那我们现在呢，把值带进去看一下好了。我们看，如果我们来啊。哦如果这些电阻、电容，就是这些东西啊，写在这个地方，那把它带过来，带过来就可以把两个 time constant 求出来啊。tau GS 就是刚刚那个会等于带进来的话啊，就可以得到 80.8 nanosecond。然后呢，另外一个 time constant 的话，就会等于1160 nanosecond。把这两个加起来倒过来，就是你 total 的3 dB， 所以你 omega h。就会等于 80.8 加上1160，得到呢等于806。这是什么？这是 radian per second 啊，这是 radian per second。这个啊，所以把它乘以一个 2 pi 才是我的 fh， 等于 2 pi 啊，还要乘以 2 pi。你的 FH 呢等于 128.3 kHz， 128.3 kHz， 这个就是你 3 dB 掉下来的频率，掉下来的频率啊、哦，这个会比这个地方稍微准了一点，128.3 kHz， 所以在高频的时候呢， 3 dB 就是这样，一个一个电容来看啊、哦，一个一个电容来看，把它导出来，好。那如果呢？这个 equation 里面，假设如果负载端又有一个电容，因为你接到下面这一级，对不对？如果后面的这个电有一个负载的电容 ，CL， 假设这样，如果题目再加一个 CL 啊，如果负载端看过来的话，你的负载有一个电容，那如果多了一个电容的话，这个电容呢就会给你一个 RC time constant， 对不对？所以你还要再算一个。再算一个 RC time constant， 把它加起来啊、哦。那这个电容的话呢，一个一个看嘛。当我看这个电容的时候，其他两个电容要 open， 对不对？其他两个电容要 open， 所以当他看它的时候呢，这两个电容要 open， 所以这里要 open， 那这个地方也要 open 啊、哦，就是这样。好，所以当我看 CL 的时候，前面这两个电容 open 的结果，信号源拿掉，信号源一拿掉之后 ，VGS 就是零，对不对 ？VGS 就是零。所以 VGS 如果是零的话，这个电流源就是 open， 对不对 ？VGS 是零嘛 ？VGS 零的话，这个 GM 电流就是 open， 所以 open 呢就把它 open 掉 ，open 掉之后，这个电容往外看的电阻就是 RL Planck， 所以这个 time constant 很简单，就是它乘以它啊，所以就等于整个 equation 呢，你再做一个修正，再把这个东西再加上一个 CL RL Planck。如果你要考虑负载的电容的话，题目给你一个负载电容，那就要加一个 CLL Planck。如果这个电容蛮大的话，那后面这一项呢，有时候蛮可观啊、哦。其实有时候是一个 dominating 的 term，dominating 的 term 啊、哦，所以必须要再把这个电容加进来。所以你有几个电容，你就一个一个看，看这个电容的时候，其他电容都是 open， 把它全部加起来倒过来，就是你的高频的3 dB 啊、哦，就是你高频的3 dB。好。这个负载的电容呢，我举个例子好了，譬如我们举个例啊、哦，如果我题目有个例啊、哦，
题目说信号源电内电阻，假设我信号源的内电阻很小很小好了。如果假设有题目呢，他说这个信号源内电阻是很小的，那既然信号源内电阻很小的话，你看这个 equation， 这个并联起来的话，这一项就很小，对不对？这一项就会很小啊，所以这两项的话，这一项就接近零，这一项就会接近零。所以真正的负载的话，就剩下的电容就是剩下这两个，对不对？这两个啊，所以它的这个tau就会得到后面这一项，因为这里都零了嘛，就剩下这个东西乘以它，加上这个东西乘以它，所以 R L prime 啊，这是 R L prime， 这个地方应该是 R L prime， 所以这个地方 R L prime。所以换句话这两项的话大家都有 RL plan， 然后 CL 加上 CGD， 对不对？因为后面这一项前面这一项没有了嘛。所以它的 tau 的话呢就是等于这两个电容相加 CGD 加上 CL， 然后呢乘以 RL plan， 对不对啊？如果信号的内电阻很小的话，那是它的 tau 就是 equation 就是这样。一个是后面都负载的电脑，一个是 CGD， 但是都是只有一倍而已，乘以 RL plan。Okay. 那这样子它的频率响应的话，如果你画出来它的频率响应，如果你考虑这个的话，那它的频率倒过来，它的 3dB 就是这个东西的倒过来，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的 3dB 的话 ，FH 的话等于 one over two pi 这两个啊、，CGD。加上 CLRL plan， 这个就是 3dB 嘛、哦、然后它的低频增益的话是等于多少呢？低频增益的话呢它就等于多少，就是 GMRO RL plan， 就是 GMRL plan， 因为线面、哦、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负载，没有负载的话这个地方不会有分压，所以电压整个过来，整个过来之后乘以 GMRL plan 负载，对不对？就是你的 total 增益，所以 DC 的增益的话就是 GMRL plan， 没有错吧？以这个例子来讲、哦、因为信号源内电阻等于零了嘛，所以这个地方一开始就没有压降，这个地方直接就可以过来 input 的信号就过来，乘以 GM 就是 output 的电流，乘以负载 total 的负载就是等于 output 的电压、哦、所以它的 total 增益的话就是 GMRL plan， 所以这两个相乘就是这个点，这个点呢我们叫做 FT，或者叫做 gain bandwidth 的 product， gain 还有 bandwidth 的 product， 增益加频乘以频宽的乘积、哦、这个值就是等于这两个相乘，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把这两个相乘的话 RL plan 消掉，所以这个 FT 的话呢得到的话就是 GM 除以 2pi CGD 加上 CL、哦、就变成这样子， GM 呢这个地方就是等于 Unity Gain 的 Frequency 啦，这以前讲过 Unity Gain 的 Frequency、哦、完全没有争议的时候，或者也叫做 Gain， 这个就是 Gain DC 的 Gain， Bandwidth 就是这个 Bandwidth 的 Product 乘积、哦、就会得到这个式，这个我们常常看到嘛， GM 除以 Total 的电容就会变成这样子，这个是特例的哦。signal 等于零的时候，等 signal 等于零，所以当 signal 等于零的话，你看到的其实就是这两个电容哦乘以负载 RL plan 乘 RL plan。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讲 open circuit 的 time constant 来、哦、算 omega h 高频的 omega h、哦、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接下来呢我们会讲、哦、Miller effect， 这个 Miller effect 其实也是用来算频率的，算频率，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呢其实都在算频率、哦、都在算频率，所以我把这个擦掉好了、哦、我们讲 Miller effect，
我们可以很简单很快的把频宽算出来啊，频率算出来，用密勒与费很快就可以算出来啊。什么叫 Miller Theorem 呢？我们看一个电路，这是一个一般性的电路啊、哦，这是个一般性的电路。那这一般性的电路呢，里面我们找两个点出来好了，这是一跟二。如果这个地方有一个东西，譬如说是个电阻或者是个电容，事实上我们后面用最多的是电容啊、哦。那我们不管它是什么东西，我们把它的电阻等效电阻假设是 Z 好了、哦。如果是电阻的话，它就是 R 啦。如果是电容的话，它就是 S C 分之一，这个东西我们不叫电阻，叫 impedance。哦、impedance 如果是电阻就是 R 了，如果是电容就是 S C 分之一了。所以我们一般性的这种电阻，我们叫做 impedance 哦 ，impedance。好，那现在呢，如果现在这样有这样一个东西在这里，我可以呢用一个等效电路，这个跟它是相等的哦，怎么做呢？这是第一个点，对不对？这是一、哦、我这个地方有个 D， 假设这个地方的电压呢，我们叫 V1， 这里到 D 的电压假设叫 V2， 这个 V2 呢我们可以写成 K 倍的 V1， 那 K 的话就是它的放大倍数了，对不对？就这个地方呢是它放大多少倍，就叫做 K、哦、我们叫做 K。 好，那到了像这样的电路的时候，我现在要把这个把它搬过来，我现在把它搬过来，搬到底下来，啊、哦，搬到底下来。同样的，这个这是一这个点啊、哦，那二的这个点呢，我也把它搬到底下来。换句话说，我要用一个等效电路来取代它。那这个等效电路呢，就是说这个地方把它分成两边，搬过来到这里，搬到这个地方。我搬下来之后。这个一呢，从一这个人来讲的话，他感受到这个地方的电路完全都不能跟这个地方有任何变化，对不对？所以对一来讲，如果这里的电压是 V1， 那这个地方的电压是 V1， 都不能改变。那如果说这个地方呢，对他来讲，他是流进去的电流是 I， 这样电流是 I， 对这个 地方的电路来讲的话，你这里的电路流进去的也是要 I。哦，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看这个地方我有个电路，然后这里光有个电路，这个电路感受到的你的右边的东西就会一样嘛，对不对？哦，它就会一样。好，同样的以这个电路来讲，这里的电压叫 V2， 你既然要跟它一样，这里的电压也要 V2， 哦，就是等于 KV1。 同样的以这个电路来讲，你这个电流是这样流过来，所以这个电流是 I。对这个电路来讲，你这个电流一定要往这边流，所以流出去的是 I。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对外面这里的电路，对这个地方的电路感受到的都一样，对不对？没有什么两样啊、哦，没有什么两样。好，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求出来，这个叫做什么呢？我就给它一个 Z1， 这个叫做 Z2 啊、哦。我们就是要把这两个找出来， Z1 等于什么， Z2 等于什么啊？就是要把它找出来。好，那我们先从这里来看好了，这个电流 I 如果把它写 equation 的话， I 呢就会等于这里的电压除以 Z1 啊，电压 V1 除以 Z1。 好，那既然这里的电压呢 V1 除以 Z1， 我们再来看，对这个 I 来讲的话，因为这个 I 等于这里的 I，
所以这里 I 呢就是这样流过来，所以就等于这个电压减掉这个电压除以 Z， 所以就是等于 V1 减掉 V2， 然后呢除以这里它的电阻 Z， 等效电阻，对吧？哦，等效电阻。好，但是我知道 K2 我可以写成 K 倍的 V1， 哦，我自己可以这样写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把这里带过来等于 K 倍的，在这里 K 倍的 V1 啊，所以这个东西等于 K 倍的 V1， 所以把 K 这个 V1 提出去，所以它等于多少 V1 一减掉 KZ， 把 V1 提出来而已，所以这两个一比一下 V1 跟 V1 就可以消掉，所以我就可以把 Z1 求出来啊，所以就可以求出原来 Z1 的话等于把它倒过来 Z 除以一减 K， 导出来了，这个就是我要导的啊，导出来了。这个 K 是什么？ K 就是它的放大倍数了，这里跟这里的放大倍数啊。如果一开始你要先知道这个的放大倍数是多少倍，我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搬下来，那搬下来这个等效电阻就是等于 Z 除以一减 K 啊， Z 等于一减 K。 好，那现在我来求一下 Z2， Z2 的话要从这个地方，从电流 I 求好了，这个 I 等于这个除以它，不过差一个负号哦，所以 Z2 的话或者是写成 I， 这里的 I 呢等于这个除以它，所以是负的 V2 除以 Z2，对不对？你看这个方向是流出来的嘛，如果你把这个东西除以它是流进去的，所以会差一个负号哦，差一个负号，注意一下。那这个东西呢等于 V2 咯，在这里等于 KV1 嘛哦，所以把它带下来好了，用等一下都用 KV1 好了，都用 V1 啊、哦、V2。 好，那这里的 I 呢刚已经导过，这 I 等于这两个电压相减除以它，所以这个 I 呢一样啊、哦，等于 V1 减掉 V2， 那 V2 也 KV1 来带啊，所以是 KV1 来带，然后除以 Z， 所以这里大家都 V1， 所以就可以导出我的 Z2 会等于 Z 除以一减掉 K 啊，我看一下等于啊，等于 Z除以一，对吗？减掉 K 分之一，应该是啊、哦，把 K 除过去了，把 K 除过去，得到的就是这样。这个就是我的第二个equation。好，所以换句话，这个电路其实就来取代它了，对不对？取代了它之后，对其他的部分都没有影响哦，啊，对其他部分都不会有影响，所以只是电路里面某一个部分，中间某一个部分啊，这样子把那个搬到两边来而已，其他的电路一点影响都没有啊，只要你取 Z1 等于它这样子，然后 Z2 等于这个样子，啊，等于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就是密勒effect了啊，我们现在来看。一个例题啊，来看一个例题。这里好了。
好，我们看啊、哦，立体六支区。我们这个立体呢，这个地方啊、哦、，Z 呢就是这里要用啊、哦，就这个地方 Z。假设呢，它是一个 mega ohm 的电阻，我们来算一下 output 的信号除以 input 的信号的放大倍数是多少倍。那我们用的方法呢，我们不直接解，从这个地方解，那直接解一定可以解得出来，更简单了、哦、不过我们用的是 Miller effect。所以整个电路呢，把这个东西怎么样搬到这两边，对不对？搬到这两边。所以这个地方是 V1， 这个地方就是我的那个地方的 V2 了啊 ，V2。好，所以我们把它搬下来。那根据刚刚呢这个 equation， 这个呢 z1 等于 z 除以一减 k， 所以这搬下来的话，刚刚这个 z 对不对？这个地方就是 z 除以一减 k， 然后这里呢是 z 除以一减掉 k 分之一，啊，一减掉 k 分之一。好，那接下来就把这些值带进来。这个东西是一个 ideal 的 voltage amplifier。什么叫 ideal voltage amplifier 呢？就是说从这里看进来的输入电阻是无穷大，然后从这个地方看进去的 RO 是无穷小，哦，是零，这个叫 ideal voltage amplifier， 对不对？各位记得啊、哦。所以从这里的看过去的 RI 呢是无穷大，然后这里的 RO 呢是等于零，这个就是 ideal voltage amplifier。所以它的功能就是把这里的电压乘以负100倍变成 output 的电压。所以如果你要把以前的第一章的等效模型把它带进来的话，我们就把它带进来啊、哦、也可以啊、哦、我就把它带进来。那进来第一个 RI 无穷大，那就是 open。然后把放大倍数呢，这个地方就是我的放大倍数。放大倍数多少？负100倍的这里的电压 V1。哦，如果这里的电压是 V1 的话，这个地方就负100倍的 V1， 然后 RO 等于 0， 所以这个地方呢没有电阻、哦、RO 等于 0， 这个就是一个 ideal 的 voltage amplifier、哦、就是一个 ideal 的 voltage， 就是这个意思。好，那现在我们就可以呢开把这个看、哦、解出来。如果这个现在是一个 RZ 呢，是一个mega ohm 的电阻，所以我的 R 呢， Z 现在是个 R， 对不对？ R 是一个多少？一个 mega。我们看 A 啊、哦、A 部分，好，那这个电这个地方就是 R 除以一减掉 K， 所以这里呢就会等于 R， 我们下写啊、哦，所以把它搬下来之后呢，它就是 R 除以一减掉 K。K 是多少呢 ？K 就是这个地方的电压除以这里的电压，那这里的电压是负100倍的 V1 啊、哦，所以这里除以它就是 K 就是负100，所以我们的 K 值呢，这个地方就是负的100。就是这里，这里的电压除以这个地方的电压，也就是刚刚这里的电放大倍数负100，对，负100，所以把它带下来，所以是 R 呢一个 mega 一减掉负负的话，就会得正加上100，所以大概除以100倍啊，得到值的话呢，会等于0.9K ohm， 少了大概100倍啊，9.9K。所以这个电阻呢，这个地方的电阻已经求出来了，9.9K。好，那现在接下来这一个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的电阻等于，我这里写好了 ，R 呢一个 mega， 然后呢一减掉 one over， 再负负得正啊，变成加上100，对不对啊？负负得正100，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大概了，就是这个地方可以去掉，所以回到等于一个 mega 啊，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上是等于一个 mega 啊，我们数学上算出来是等于多少？0.99啊，就写0.99 mega 啊，其实就是一个 mega ohm， 所以都没有什么变了啊，这个地方搬下来的电阻其实是一样的，好，所以这里的电阻呢搬下来没有变，这个地方的电阻搬下来大概少了。两个 order， 少两个 order， 好，
那接下来就可以解 VO 了。VO 呢就是等于跟这个电阻无关嘛，它夸在这个等电阻上，所以 VO 等于负100倍的 V 啊，负100倍的 V1。 好，那 V1 呢又等于这两个分压一下啊，所以 V1 又把它写成这两个分压。R signal 加上那个电阻是 9.9K 除以 9.9K， 这个就是答案啊，这个地方这个就是答案，这个就是 VO 除以 V signal 啊，这个就是 VO 除以 V signal 啊，把它带下来呢等于多少，负的 49.7 啊。这个就是它的放大倍数，放大倍数啊，所以我们利用 Miller effect 把电阻搬下来的时候，这个电阻就会变成这样一个东西，搬下来电阻会变小啊，这个地方几乎不变。好，那我们 A 做完了，我们看 B 啊 ，B 的部分，如果是电容呢？如果是电容的话，这个 Z 是一个 picofarad 的电容，那电容呢，它的 impedance 是什么呢？这个电阻等效的电阻就是 1 omega sc 分之一嘛，哦 ，1 over sc。好，所以从这个式子来看的话 ，z 除以一减 k 就会变成 z 就是它的等效电阻了。那电容来讲的话，就是 1 over sc 嘛 ，sc 分之一就是它的电容的等效电阻啊。然后一减 k， 一减掉负100就是一加啊100。就是101啊，所以就变成 1 over S， 然后呢乘以101个 C， 没有错啊，变成101个 C。 那这101个 C 呢 1 over SC 分之一，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电容嘛，它的电容的电阻，电容的等效电阻就是 SC 分之一嘛，所以现在的 C 变成101，所以搬下来之后，这个地方的电容，如果把它搬下来换成电容的话，哦，这个地方的电容原来是 C， 只有 C， 你把它搬下来，这个地方的电容就会变成101个 C， 会变大哦，会变成101个 C。哦，这101个 C 的话，事实上呢，如果写起来的话，就是等于一减 K。哦 ，C， 这里如果是一个 C 的话，把它搬下来的话，是把 C 乘一个一减 K， 因为 K 是负100，就变101个 C， 所以电容是变大的哦。哦，电容反而是变大，因为电容的等效电阻是 1 over SC 嘛，倒相反的哦，是倒过来的，所以电容搬下来反而是变大，反而是变大。那这一边的话呢，这一边的话，因为这个可以忽略掉嘛，哦。这里就像这里忽略掉一样 ，one over 这里忽略掉，所以就是还是留一个一，所以原来是什么，你搬到这里几乎还是什么没有变，对不对？哦，因为这一减 k 这个地方负得正嘛，这里大概只要 k 远大一的话，这一部分都可以忽略掉，所以你搬下来几乎就是原来的 z， 所以你如果一个 r 搬下来还是一个 r 哦，如果一个 c 搬下来还是一个 c， 所以这个搬下来这个地方的电容。这里的电容啊，这个地方的电容其实是 C 乘以一减掉 K 分之一，其实是这样啊，写好一点。如果上面是一个 C 呢，你把电容搬下来的话，它的 equation 呢是 C 乘以一减掉 1 over K 的导数，这样子啊，这里是 C 乘以一减 K。那这个地方是 C 乘以一减 K 分之一，电容会变成这样子。OK， 所以就变成，如果是个电阻，一减 K 是在分母这个哦，如果换成电容的话，它会倒过来，分母会移上来，这个东西会移上来，因为电容跟电阻刚好相反哦，所以就会变成这样子。那一般来讲的话，一减 K 分之一如果可以忽略掉的话。因为负负，这是有负负得正的啊，所以只要 k 远大于1的话，这一项忽略掉，那差不多它就是 c，
差不多那 C， 所以搬下来的话，这个地方还是 C 没有变，还是 C 没有变啊，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变成101个 C， 那我们当然就可以解了，对不对？解 output 啊，所以 VO 等于花在这里，所以还是等于它没有问题，所以这个地方没有影响啊。VO 是等于负100倍的 V1， 负100倍的 V1， 那 V1 的话又等于这两个啊，所以有一个电容，所以用电容分压一下。把 V1 除过来好了，把 V signal 除过来， VO 除以 V signal 等于这个电压等于这个分之这个，对不对？所以啊，所以等于 SC 分之 R signal 加上 SC， 这里 C 是101倍的原来的。原来的一个 picofarad 啊，所以这个 C 呢是这里的啊，这里这个地方的 C， 所以把它整理一下，这个地方的 C， 这里是101个 C 的啊，这里的 C 是101个 C， 啊，101个 C， 好，所以把它乘一下的话呢，你可以其实你要求 RC time constant 的话，就是这个东西，对。把它整理一下哈，就变成负的101加上 S， 然后呢乘以 1.01 乘以10的负6，把它上下乘一个 S 啊，把它乘过来，那这个东西呢就是等于 3dB 频率的倒过来了，对不对？因为分母嘛，在分母才是 3dB。所以这个就是 Omega 3dB 啊， Omega 3dB， 所以我的 F 3dB 的话就是等于 1 over 2 pi 乘以这个东西啊， 1.1 乘以10^6，OK， 分母才是嘛啊，分母才是，所以得到的话 F 3dB 呢等于 157.6K。这个就是答案，然后低频的增益呢是负100啊，就是100。也就是这个地方的 RC time constant 啊，这个地方的 3dB， 这个 1 over 3dB 啊，就是等于 RC time constant 倒过来， RC time constant 倒过来。好，所以如果用在电容的话，如果用在电容，我们再回忆一下啊，这两个如果只是电容，我们纯粹把它用在电容的话，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 C， 那搬过来的话呢，就变成电容啊。如果这里原来是一个电容，横跨这两边，那增益是 K， 我们知道 K 通常都是负的，在放大器里面 K 都是负的啊。搬下来的话，这个地方的电容就变成啊一减掉 K 的 C， 负负得正，它就变得很大哦。K 负100，它就变得很大。然后这个地方的 C 呢，一减掉 one over K 的 C， 这个地方负累掉就是一个 C， 啊，就是一个 C。这个就是电容搬下来的时候会这个地方会翻上来。会翻上来，好，那把这个东西呢用在前面的 common source 啊，这个电容的高频的，我们就可以哦把它擦掉好了啊。我们现在把它回来看刚刚那个高频的频率响应那个电路，回来看看高频，刚刚讲过了这个高频的 common source 啊，我直接
接把刚画的等效电路的画出来，再画一次啊。这个就是刚刚的 common source 的一个电路，等效电路已经画好，等效电路好。那现在电容是这个电容 ，CGD 这个电容，这个电容就是横跨输入端跟输出端，对不对？哦，你刚看这个就是这样，横跨两头，这是一个 D 啊、哦，这个地方是 V1， 这是 V2， 这里等于 K 倍的 V1， 所以这个东西是横跨在这两头。最困难的就是它输入端跟输出端啊，像这个例子，所以 CGD 就是类似就是这个东西，我们要做的就是看 CGD， 这个 CGS 毫无问题，这个不用做任何动作，只要它是跨到 D 的，一头是跨到 D 的，这个东西都很简单，只要跨到 D 的都很简单，最复杂的就是跨到两头，这里的话横跨 input 端，横跨 output 端，它没有一个地方是 D 的。像这个东西解起电路来就麻烦很多，对不对？我们刚解一个它往外看的电阻，你就还要等效电路去解它嘛，哦。所以像这样的 CGD 的话，我把搬下来，搬到两边来，对不对？就像这样子哦。那搬下来的时候呢，第一个你要看 K 值等多少。现在呢，这个地方的电压，这里的电压是到 D 就是 VGS， 好问题啊。这里到 D， 大家都相对递延 VGS， 然后这里的电压是 VO 嘛，这里的电压是 VO。这个 VO 呢会等于什么呢？如果我把它忽略掉这里的电流，假设这个电流远小于它的话，那它就会等于 approximation 哦，大概就是这个乘以它负的 GM， 对不对啊、哦、？L plus 乘以 VGS， 多一个负号，因为电流的方向跟它相反，跟 VO 的相反啊、哦，所以这是一个 approximation 哦，注意哦，我是忽略掉这里的电流，假设这里电流远小于它，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啊。哦也证明过这个在什么样子情况不合理、哦、不会成立，除非你已经掉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地方才会出问题，在这里 3dB 的时候通常都不会有问题、哦、所以你在 3dB 的时候其实都可以用这样子来算负的 GML plus VGS， 所以这里如果把它除以它就是你的 K，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知道 K 呢等于又是一个负号负的 GML plus， 这个就是我的 K 值哦、就是我的 K 值，就是这两头的电压放大多少都有一个负号，因为、哦、它本来就会 phase 相差180度，是负的 GML plus 就是你的 K 值。那把它搬下来，我们把它搬下来、哦、现在把 CG 往两边搬，往这边搬下来之后，它的电容会变成一减 K， 负负得正，负的带下来，负负得正啊、哦，所以反而变成一加上 GML plus 的这个电容，原来的电容 CGD 是这个电容会变大啊、哦，这个就是我们以前讲的，把它搬下来之后，它的电容会成一个一加 GML plus， 在 Miller effect 里面就是一减 K。啊、K 就是等于负的 GML plus， 负负得到整的，
所以现在已经证明了以前为什么把这个东西搬下来是一加上 GMIL Plan， 从 Miller 费来看的话就是这个道理，一减 K 的东西哦。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你这个地方还要搬到这里来，这个搬下来的话一减掉，如果 K 是等于这个样子的话，负负得正，如果远大一这一项就可以忽略掉，所以还是等于 C 哦，还是等于 C， 所以我们就解 C 就好了，不用这个地方，因为 GMIL Plan 应该会远大于1嘛，否则这个 MOS 要放就没有放大作用了、哦、所以这个很大的话，负负得正很大于它，这个把它拿掉就是一个 C， 所以从搬过来的话它只有一个 C， 搬往这边变得很大乘以1加 GMIL Plan， 搬到这里来不动、哦、原封不动几乎就是一个 C。 好，所以我现在的搬下来之后整个电路变成这样，那接下来可以用 open circuit 的，刚刚讲过哦， time constant 来算，它加起来导数就是，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当然可以两个并在一起，往外看的电阻就是这两个并联，所以就是等于 CGD CGS 加上这个东西哦，一加上 GM IL plan CGD， 就是这两个可以合在一起，还有问题往外看的电阻当然就是这两个，OK， 这个就是它的 RC time constant， 还有这个后面还有一个 C， 所以再加上另外一个 time constant， 对不对？那这个 time constant 在你算这个的时候，这个电容要 open， 对不对？ open， 这一 open 之后，信号源当然要拿掉，这个一拿掉之后，这个地方就没有了。是这样子，信号源记得拿掉啊、哦。信号一拿掉之后，这个地方的电压 VGS 的电压就是零，对不对？因为你信号源拿掉了嘛，信号源拿掉，这一零之后 ，VGS 的电压就是零。VGS 的电压是零的话，这个电流源就是等于没有电流，就是 open。所以这个东西看到就是等于 IL plan 啊、哦，所以 C IL plan， 这个 C 就搬下来，对不起啊、哦、，CGD。一个 C 搬下来就是还是 CGD， 所以是 CGD， 没有变，没有变。OK， 这个东西全部就是你的 total tau， 把它倒过来就是你的频率响应啊、哦。所以你的频率响应，我们改 H 或者是写 F one over 所有的出拍。你看一下这整个 equation 哦，刚好就是我刚刚用 open circuit 的 approximation 算出来的。我们刚刚用 open circuit approximation 呢，我们还记得啊、哦、利用 open circuit 的 approximation 的话呢是怎么样呢，的 tau 是等于这个原来的 CGS 乘以往外看的并联，所以是 R signal 并联 R in 乘以 CGS， 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的 CGD 往外看的 total 电阻是等于这个东西并联，还要乘一个1加上 GMIL plan， 再加上一个 IL plan，这才是 total 电阻乘以 CGD， 还记不记得？对不对？我们刚才导过哦，我记得这个东西往外看，这两个还要乘一个1加 GMIL plan， 然后还要再加上一个 IL plan， 这个是 CGD 看到的电容。你看这两个 equation 比一比看，相等，哦，这两个相等，你看你比一比看，这两个刚好是相等。是相等，这跟我们在上一章里面所导的，我在上一章里面的话没有这一项，对不对？没有后面这一项啊、哦，在上一章，所以你现在知道了，在上一章跟 Miller effect 差在哪里呢？原来我把这里的电容忽略掉，我把后面这个电容忽略掉啊、哦，所以在上一章导的都没有后面这一项，没有后面这一项。现在我知道
这个电容真正搬下来是分两边，分两边啊。那这个电容当然前面这个电容很重要了，后面这个电容可是也还在啊，有个电容它会跑出来这一项。这个就是 Miller effect， 考虑到搬下来两个电容都考虑的时候会有这一项。所以在去上一章的时候呢，我们是忽略掉后面这一项，忽略掉后面这一项，所以上一章其实只考虑到前面这一项而已啊，前面这一项。所以现在比以前更清楚一点了。如果你用了 Miller effect， 两边都考虑，那就这个项加它。如果你后面这个电容不要考虑的话，那就是前面这一项而已。那 open circuit time constant 就是都有了啊，就是两项都有，就是整个。万一啊，这个 R signal 的电阻很小的话，那其实这一前面这一项会变得很小哦，反而是这一项会 dominate 哦，反而会变得很重要哦。一般来讲，一般来讲的话，这个前面这个东西比较严重，这个会影响到高频哦。可是有一种例外，什么呢？当 R signal 非常小的时候，当 R signal 非常小的时候啊，那最影响的其实反而变成后面这一项啊，反而是变成这个后面这个电容决定了高频。因为你搬下来的话，这个地方哦，虽然你电容很大，你乘以1加 7mL Planck， 对不对？可是看过来电阻很小啊，因为这里对不对，几乎短路啊，所以看过来电阻很小的话，这个 RC time constant 反而变得很小，那加在分母反而是看不到啊、哦，所以反而频率高频响应反而是决定在这一项这两个相乘。这种情况发生在当这个东西的电阻很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啊、哦，所以后面我们会看到。更复杂的电路会把两个电路组合起来，这种电路组合起来的观念的话，会让它频率很宽，就是利用这种原理，哦，让它电容往外看的电阻变得很小。虽然有 Miller effect， 这个 Miller effect 一般下来电容会变大，所以我们现在再看哦，所谓 Miller effect 呢，就是把这个地方的电容啊、哦、搬下来。搬下来之后，这个电容会乘一个1加上 GmIL Planck， 所以这个1加 GmIL Planck 这个叫 Miller multiplication 啊， 1加上 GmIL Planck 乘以 CGD 啊，把这个东西搬下来之后，会乘以一个这个 factor， 这个 factor 呢就是让它电容变大。就是 Miller 这个相乘的倍数 multiplication 啊 ，multiplication 就是乘以这一项，所以电容一变大之后，频宽要变窄，对不对？啊，不是到、哦、电容变大，对 RC 频宽就会变窄，所以高频呢就会往下掉啊，就会往下掉，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现在大概有两个原理可以用，一个就是利用 Miller effect。把电容两边搬加起来，另外一个就是 open circuit time constant， 以这个两个角度来讲都一样啊、哦，都一样、哦。如果用一开始前面一章的那种做法的话，会有比这个来讲会有一点点的误差了啊、哦。但是各位要知道，其实这个东西呢都是 approximation 的、哦、它还是 approximation 哦，不是 exact 的答案，还是 approximation。好，那到现在为止，我们又频率响应又看了啊、哦，又多了解了一些频率响应。我们会做 Miller effect 啦、啊、这些东西 ，open circuit time constant 都可以来算频率响应啊、哦。那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另外一个主题，也是啊、哦，这个主题呢就是 IC 电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啊、哦。我们前面讲这一章都是讲 IC 的 circuit 嘛，那 IC 的 circuit 有它的特色啊、哦，什么是 IC 的 design 的 circuit 啊？它的很重要一个 design 的特点就是 active load， 这应该是6点多少啊？我写下来好了，叫 active load 6.5 啊 ，active load。
load 就是负载嘛。你像如果画这样一个电路 MOS 啊，我就画一个 MOS 电路。好啊，假设我这样一个很简单的电路，那些什么 current source 我都不画，就很简单的画啊。那像这样子的话，它的负载就是这个，它可能自己里面也有内电阻的负载 RO， 对不对？你把 RO 跟它并在一起好了，它的负载就是 RL 啊。或者是 RL plus， 就是好几个所有的电阻都负载在并联在一起，所以这个 RL 就是它的负载，这个负载就是 load， 不过这个 load 呢叫做 passive load 啊，电阻是 passive load。 它只会消耗功率的 passive load， 不是 active load 啊，不是 active load。 如果你用的 RL 在这里当负载的话，你如果增益要大，你的 gain 呢 VOVI， 你的 gain 增益啊 ，VO 除以 VI， 会等于负的 GMRL 啊，就写 plus，plus 代表的是什么？所有 RO 这里这里全部并在一起啊，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用多一个 plus 来代表哈。这是它的 total 增益，那它这个增益呢，跟 RL 有关，所以你的增益要大，你想要你的增益大的话，你的 RL 就要大。RL 就要大，所以 RL 取很大，它增益就会大，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你如果要做增益大的话， RL 就一定要大。RL 大的话，这不符合我们现在的这个 IC technology， 越做越小，越做越小。我的这里的电压 ，VDD 的电压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这不符合。你如果这里大的话，以直流的偏压来讲，这个是直流电流乘以它，那这个地方的 VDD 就要怎么样？也非大不可，或者一定出问题。你考虑直流的时候，因为 total 直流的话，这里有个直流乘以它，然后这个地方也要有足够的直流。如果一比一的话，加起来才是你的 VDD 嘛，你的 design 要这样子啊。所以当你这里直流大的时候，电阻大，直流电压大，这里 VDD 就要跟着大，或者它工作不会不正常啊。这里的电压太小的话，会进入保工作不正常啊，进入 trial 区。所以呢，你 VDD 也跟着大。那 VDD 跟着大的话，不符合我们的 IC design， 然后 RL 很大，也不符合我们一开始讲的，一开始你要 safe 呢，你的 chip area， 我们一开始有讲过两个 ，safe 你的 IC chip 的面积啊，你的 area， 你 R 一定要小 ，RC 也要小，对不对？否则的话，你弄一个 R 很大的东西在那里的话，它占了很大的面积，所以 RL 不管怎么样都不符合。用 passive load 的话，你把 RL 弄得很大，你这里要跟得很大，然后当你很大的时候，这个充放电的 RC time constant 会变得很慢，哦，会变得很慢，一大堆问题会变得很慢。所以现在 IC design 呢，你不用这种东西，不用 passive load， 改用 active load。active load 就是一个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我们在前面提过啊，所以换句话说，我要想办法把它改成 constant current。这个东西呢 ，constant current 呢，就是一个 mirror current mirror。等一下我会画啊、哦，我们现在先用一个 constant current 来代表，它就是一个 current mirror， 一直在前面讲过的 current mirror 啊、哦。这个东西就是 active load 啊、哦，它就是 active load， 不是电路，它就是一个 current mirror 电路。我们画一个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来代表它啊、哦，来代表它。好，如果你是一个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的话。假设你真的是一个 ideal 的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你所谓 ideal， 如果你是一个 ideal 的话，理想的话 ，ideal 意思是什么？这个地方只有电流固定的一个 milliampere 绝对不会改变，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地方绝对不可能有交流信号，因为它就是一个只有电流一个 milliampere。如果是这样子，那它呢，这个地方呢，啊、哦，这个如果是一个 ideal 的话。这两头你的交流信号根本没办法上得去，换句话说，它的交流的电阻实际上是无穷大的，它是一个无穷大的交流电阻啊，叫无穷大的交流电阻。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如果不是 idea， 它其实横跨着一个小小的电阻，不是小小电阻啊、哦，它横跨一个电阻在这个地方，不能说小了啊、哦。如果它是一个不是一个 perfect 的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的话，它其实有一个 RO 的电阻在这个地方 ，RO 的电在这个地方啊、哦、，RO 电在这里。那如果是 RO 电阻在这个地方的话，你看一下。这个 output 呢，等于就会等于负的 GM， 这个就是 RO 啊、哦、，RO， 因为对 AC 来讲的话，它只有留这一条路，对 DC 这个是 DC 等于拿掉，这个的话争议啊、哦、，VO 除以 VI， 所以是 RO、哦、所以你把这个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两头的 output 的电阻 RO 呢，就会变成它的负载，就会变成它的负载。所以我们等一下会看，这个是一个 current meter， 这 current meter 这两头的 AC 端的有个电阻啊、哦，它的电阻呢就变成我的负载，就变成负载。如果它是一个理想的东西，这个 RO 就会很大，对不对？因为如果真的 perfect， 刚刚讲，如果是真的 perfect，RO 是无穷大的嘛。如果是一个 perfect 的话，但是天底下没有真正 perfect 的东西，啊、哦，不是 perfect 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啊，就是等一下我们看，你把 current meter 画上来的时候，它其实就是这个 early effect， 它就是这个斜上来的这个地方的电阻 RO 导数了。哦，因为 current meter 来讲的话，这两头看起来就是等于 drain 跟 source 之间的这个电阻，就是 RO 哦，这个是斜率应该倒过来，就是 RO， 所以这里就是它的 RO。如果你是理想的话，这个就是平的，啊、哦，平的的话 ，RO 就是无穷大。但是现在 IC technology 越做越小的话 ，RO 越来越离无穷大越来越远，对不对？它绝对不是无穷大，所以在 IC technology 里面，这个 RO 呢不能把它当做无穷大啊、哦，它等于 early voltage 除以负载上的电流 drain 的电流，啊、哦、drain 的电流，所以这个地方呢，这个的斜率呢。就是变成你的 RO， 把 RO 拿来当做你的负载，对不对？把它当做你的负载啊、哦。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你的争议，这个就是你的争议。那如果本身这里还有一个，如果这是 Q1， 这个是 RO， RO prime 好了 ，RO prime。那这样子，这本身还有一个 RO， 所以就变成 RO prime 并联这里的 RO，RO one 啊、哦，因为这里有一个负载呢，就会有一个 RO one。Q1 有本身有一个 RO 嘛，对不对 ？RO， 所以这里的 RO 就是 RO1， 两个并联在一起，就变成你的 AC 的负载啊、哦。所以这是这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的 output 端的负载的电阻并联这个东西乘以你的 GM， 就是这个电路的争议啊、哦。这个很大，这个很大，你争议自然就很大。所以是把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拿来当做它的负载，拿来当做它的负载。你可以 save 很多面积，因为什么？做 MOS 很容易嘛，对不对？做 MOS 是最容易的啊、哦，占面积是最小，做 MOS 最容易。OK， 好。那我现在呢，就把这个电路哦，看一个典型，这个电路呢，可能 meter 把它画起来好了啊、哦。先让你看这个分析这个电路呢，下次再分析。
这个上面这个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呢，上面这个东西啊、哦，就是这一部分 Q 2 Q 3这一部分，这个就是一个 current meter， 因为你要把它放在上面，放在上面的话，唯一的一定是要 PMOS， MOS 你绝对做不到啊、哦，所以这个地方你的 constant current source 的话，就是你的 Q 2 Q 3，所以这里呢，就是等于 Q 2 Q 3这一部分，那你一定要用，因为电流一定要从这里流下来，你一定要用 PMOS。啊、哦，所以 Q 2 Q 3一定只有用 PMOS， 这里 Q 1这个地方是 MOS， 可是上面呢要用 current meter， 一定要 PMOS， 没有办法，你画不出来，用 MOS 你画不出来，啊、哦，因为这两个电流要一样形成一个 meter， 所以这里压降跟这里压降要一样，所以接到 VDD， 所以一定要倒反过来，电流一定要让它流下来，形成一个 constant pass。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地方就会有一个 I reference 的电流。这个 I reference 的电流，你可以解这个 equation， 对不对？啊、哦，解这个 equation， 你可以把这个电压解出来。这个电压叫 V， 因为这里比这里高，因为 PMOS 嘛，所以我写 VSG 好了。啊、哦、，VSG 是个正的东西哦，因为我不写 VGS， 如果你写 VGS， 它变成负号了啊、哦，因为这里要比这里高，因为是 PMOS 的关系。啊、哦、，PMOS 的关系 ，OK。所以从这里 equation I reference 跟 R 这个东西，你解它，你可以带 equation， 你可以解 VGS 跟 I reference 出来，对不对？我们都做过啊、哦。所以画这个地方的电流，这里 MOS 都一样，这里的电流就是 I reference， 所以这里的电流就是 I reference。如果 Q 2等 Q 3的话，啊、哦，就是 I reference 就是它。然后这里呢，两端看下来的电阻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 Q 2的，它会往上写。对不对 ？Q 2会有 early effect， 这我现在在讲 Q 2这里往上写的话，就是这个地方会有个电阻，就是 Q 2的 RO2 啊、哦，就是 Q 2的 RO2， 是不是、啊？因为你 Q 2会往上写嘛，所以它不是一个 exact 的一个 constant current。如果 exact 真的是一个 DC 的话，一定是平的，可是它不是啊、哦，它还会有一个。Early effect往上跑，所以会有一个 RO2。那 RO2 有 RO2 之后 ，AC 信号加进来，这 AC 信号就可以从 RO2 流。哦 ，AC 信号就可以 RO2 流。所以等你 AC 信号再加进来之后，对不对？这个的电流就会往这里流，就会往这个地方流。AC 信号这样流，哦，对不对？往这里这样流，或者是这样流，它会流过 RO2， 这个是 AC。这是 AC 信号，这里是 DC， 这个地方有个 DC 直流，就是 I reference， 所以 Q2 就是一个 constant 的 DC 直流 I reference， 然后再并联一个 RO2 的电阻， RO2 就变成 Q1 的负载，啊、哦，变成 Q1 的负载。如果这里再考虑进去的话，你再 RO1， 这两个就并在一起 ，V 啊、哦，两个又并在一起，所以你 total 增益的话，负的 GM1。RO2 并联 RO1，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啊、哦。简单的讲就是这样，你的争议就是这样子啊、哦。我们今天呢就上到这里啊。